同学，请看主要神寄送第九首，如来大悲方便海，为利世间而出现，光开正道是众生，慈见方身能了达。这一首偈是明见十方主要神他的赞颂。在前面呢，已经跟诸位做了报告，提到印光大师也是为利世间而出现，广开正道是众生我们举印光大师做一个例子我说到他到我们人间来示现以我们人间眼光来看，他很受委屈他教导我们，那是最起现代人的根基了他出现在近代嘛，因此我们对他的教诲要格外的重视他教我们什么？我们从他老人家这个四句偈里面细心去体会，顿轮尽分，顿轮就是道尽分就是德几个人能体会得到轮是讲的五轮顿是讲的顿悟换一句话说，我们生在这个世界，跟一切人，一切人跟我们都有关系什么关系呢？五轮的关系，都要能懂得和睦相处，这是道。这叫行道。中国古圣先王常常提倡的以道治国，以德化民。你要晓得什么是道，什么是德，这两个字怎么讲法道是个天然之道，是顺乎自然的秩序规矩，顺乎自然的。这里面最重要的人与人的相处第一个是夫妇夫妻要和睦相处这是伦常大道的根本夫妻同一个房间，同一个室室子扩大了，这是家了家里面上有父母，下有儿女，中间同等的有兄弟姐妹，家和万事兴
家庭是社会的这个社会组织的基本啊，家家都能和睦，这个社会是健康的，家不和，社会就产生病态了。这是大道，现在没有人讲了，也没有人懂了。啊，我们看古礼，为什么从前人结婚那么麻烦？那么样的琐碎，为什么？那是告诉你，这是人生第一桩大事，是人生最大的事，不能不慎重。啊，告诉你，这个集合不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对家庭里面讲，传宗接代呀。对社会里面来说，你是社会最基层的组织，这个组织健康，整个社会得到福利。啊，这个组织不健康，整个社会要受苦受难。谁懂这个道理？啊，那么在家里面有父子，有兄弟啊。家的外面是社会啊，你在社会上工作啊，你有老板，你有领导人，那个老板领导是君啊，被领导的这些伙计是臣啊，这是天然的秩序啊。除此之外，一切大众朋友啊，四海之内皆兄弟，朋友啊，邻居啊，啊，我的邻居，邻居那一边还有邻居，啊，邻居的邻居就是我的邻居，啊，这样往外一推呢，就推到外国去了。啊，住在边界那一边的人是外国人呢，那也是我们邻居啊。你从这个地方就体会到人人他们的心量，啊，绝不亚于佛经里面讲的心包太虚两周杀戒，啊，你去推广啊，邻居的邻居我们要爱护，就能够扩展到净虚空变法界，五轮组织啊，这是天然的，这不是人设计的，叫天道啊！啊，人应当要行道啊，印度讲顿轮就是行道，啊，顿目伦常。啊，我们行的是大道啊！啊，这个道绝对不是某一家的学说，某一个人的学说。你要这样看，那你完全不通啊！你无知啊！这是自然的大道。天地之间本来有的大道，尽分是尽我自己的本分，这个用现在中国人的话来说，为人民服务啊，这是尽分啊，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尽我自己的本分。啊，在家庭里面，我们讲到五伦十义，啊，这个十义是积德了。你天天在累积，累积你的功德。啊，行善积德就是尽分。啊，在家庭里面，啊，夫义夫听，啊，做丈夫的人有道义，有仁义，有情义，有恩义，你要用这种心态啊对待你的妻子啊。做太太的一定要随顺先生的意志啊，顺从啊，一家和睦啊。啊，家庭里面有事情，彼此好好商量啊，不可以争执。啊，有意见不同，要把理说清，啊，道理讲清楚，事实真相讲清楚，得失利害讲清楚，最后来做结论。这一家怎么会不和睦呢？啊，父慈子孝啊。父的本分啊，尽分呢，对儿女要慈爱啊，做子女对父母的本分是孝顺的。兄友弟恭啊，君人臣忠，朋友有义。啊，朋友有信的，我们今天讲的朋友之间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信赖，互助合作，这个推广到整个世界，世界大同啊，天下一家了。这就是印祖教导我们的最重要的教诲啊，顿伦尽分这四个字。贤贤臣臣就是讲的因果啊，邪邪知邪见是一切不善业的因由啊，真诚是一切善果的原因啊。邪这个字的意思是做防止讲，我们对于一切不善的因跟缘要懂得防止啊。对于一切善因善缘要知道培养啊。啊，这个存不但是存于心啊，要把它存在整个社会，要把它存在整个世间啊，啊，那么这个存里面就是要把它发扬光大的意思。啊，真诚，
在佛法里面讲，菩提心啊，真诚是菩提心的本体。啊，《观无量寿经》上讲菩提心，至诚心是菩提心的体，身心回向法愿心是菩提心的用。注意想想，啊，印足这十六个字，确确实实把对我们现在这一代、这个时代、全世界众生病根掌握住了，开出这个方子，这是一副良药啊！如果我们依照这个方子来修学，我们的社会可以恢复安定、繁荣。啊，全世界人民可以得到幸福美满的生活，啊，可以让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族与族之间、宗教与宗教之间，所有一切误会对立全都化解。他这十六个字的处方啊，啊，幕后一句老实念佛，那是消灾免难的秘诀。啊，老实念佛，如果从意义上来讲，啊，佛是什么？佛是觉啊！啊，老老实实去念觉悟，不要迷惑。啊，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什么意思？这个名号是从印度梵文上翻译过来的。啊，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你想想看什么意思？无量觉啊！我们活在这个世间，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一切时、一切处，没有一样不觉。这是念佛，绝对不是迷信呐！啊，可是今天，这个佛号真正的意思懂得的人不多了。啊，印足提出这四句挽救今天世间的劫难，你们想想有没有道理？这个方子好不好？如果这个方子好，我们体会到了，我就认真干。邓伦，家庭是伦常的组织，社会也是伦常的组织。啊，现在工商业很发达。啊，你一个公司、一个行号、一个商店，老板就是富啊。啊，或者我们讲君呐，合计就是臣呐，没有离开伦常啊。啊，老板要把员工当子弟来看待，来照顾，来关怀。啊，员工要把老板当父兄看待，当老师看待，啊，对他们要尽忠。啊，要接受他们的教导。啊，要知道感恩待他们呢，养育之恩呐。
这有什么不好呢？有什么不对呢？啊，活计与活计之间情同手足啊。啊，像兄弟姐妹一样啊，一家人啊。在佛教我们有个道场啊，这一个佛陀教育协会啊，或者是净宗学会，或者是寺庙庵堂啊，住持这个人就是君，就是父啊。道场里面的注重就是臣啊，就是子弟啊。世间一切法了都离不开这个大道理啊，所以它是天道啊，自然之道啊。人人能够守住自己的岗位，把自己本分工作做好啊，互相协调，互助合作，这是尽分。啊，今天因为道德废弃了，所以邪知邪见充斥在社会。啊，即使社会的媒体也在传播邪知邪见，误导众生啊。不知道这个世间还有道德，当然更不知道念无量觉的真实意了。社会也能不乱呐、啊？啊，众生的灾难如何能够幸免？这都是我们现前看到的现象啊！现前的现象非常恐怖啊，不是好现象啊！啊，如果你冷静细心观察，你会感觉的大灾难好像就要来的样子了。每天我们所接触到的、看到、听到这些资讯，都是劫难将要来临的预兆啊。啊，我在最近海外有许许多多同修打电话给我，传真给我，对于社会的动荡不安都感觉到非常恐惧啊，问我要怎么办。这是现实的问题，是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不能够回避。啊，第一点要认知，人有生必有死。啊，知道这是事实，不怕死。首先要有这个
信念，不怕死。什么样灾难来临也不在乎。问题呢，死了以后到哪里去？这是一般人不知道的呀。我们学佛的人好处就好在这，知道自己死了以后到哪里去啊。这个身舍掉了，换一个更好的身。这个苦难生活环境舍掉了，换一个更美满的生活环境。好事不是坏事啊，你害怕干什么呢？啊，有什么好害怕的呢？可是问题，如何来生比这一生活得更幸福、更美满？你要记住印祖的话了，顿轮尽分，贤邪存诚，圣心因果，老实念佛。你决定有好去处啊，这个事情现在要加紧干，等不及了啊！其他的事情都是小事，这个事情是我们现前第一桩大事啊！要真干，不能假干。啊，从哪里干起？印光大师讲的很清楚、很明白。读《了凡四训》，从《了凡四训》那里面建立真正相信因果报应。人这一生在世间，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所以我这一生教学劝导大家啊，学佛从哪里学起呀？从了凡四训学起，先把了凡四训啊念300遍啊。这300遍是一年完成，一天念一遍啊，花一年的时间啊，从这里下手。为什么呢？300遍念下去之后，你才会深信因果啊。念个几遍不管用啊，啊，念的时候很相信啊，有那么一点信心呐、啊，啊，念完之后书本一关起来，因果就不见了。还是随顺烦恼习气，那有什么用处啊？所以要不停地念，天天念，这300遍念下去之后，自己对这个桩事情就有相当程度的体会了啊。这就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起心动念你会想到了凡四训的教训。渐渐自自然然改变自己的烦恼习气，起心动念呢，自己会约束，自己会收敛。对于顿轮尽分，贤邪存诚，就有很大的帮助啊。《了凡四训》是属于这个教科书啊，《了凡四训》的修学是感应篇啊，就是云谷禅师教给他的功过歌，功过歌的内容是感应篇啊。感应篇天天要读，把它当作早晚课诵来读，不长啊，
只有1000多个字。啊，几分钟就念完了。每一天念一遍。啊，念的时候反省。这里面所讲的过失，我今天有没有犯？所讲的善行，我今天做到几条？每一天拿这个来对照自己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真修行。啊，这个人是真修行人。以这样修行的功夫念佛求生净土，这肯定得生。啊，如果不照这个做，那个修行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这个古德常讲啊，盲修瞎练。啊，我们今天楞严旁观这个佛门里面，啊，四众同学，多少人堕落在盲修瞎练。啊，不知道自己怎么个修法。有了这一层，啊，有了了凡四训，有了感应篇，然后你能够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印足教学第一个目标达到了，真的把你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那么，如果我们还要提升自己境界，可以读诵大乘，啊，依照大乘经论上的教诲，自心化他了，啊，这样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品位自然就提升了。这些都是真实的教诲。啊，《华严经》，这是佛门一部大经呐。啊，我们这一次要把它讲完呢，大概会使用到4000个小时。啊，完成这一部经啊。这个经对我们现在帮助非常大，啊，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怎样把顿轮尽分做到究竟圆满，究竟圆满的境界就是大方广佛华严。顿轮尽分做到究竟圆满了。这一部经就是教我们这4个字的。我们在这部经典里头用心去学习。啊，你看这个经典里面它的境界不分国土。啊，不分国家了，不分族类，啊，十法界众生都在这里面，啊，这不仅是一个地球啊，啊，现在人讲呢，包括了外太空，啊，包括了多维次的空间，一个都不漏啊。不同的族类，啊，我们现在看到神众啊，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形状，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信仰，全都聚集在一会呀。华严法会啊，他的名字也取得好啊，这个在前面开经的时候讲过啊，华就是花，像一个大花园一样啊，这个花园很大，所有一切品种的花卉通通都具足，一样都不少，都在这个大花园里面，美不胜收啊。显示出今天人所讲的多元文化啊，它不是单元的，是多元的啊，美不胜收啊。所以顿轮精分显写存成，确确实实是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的总纲领，印祖念出来啊，帮助我们现前大众啊度过这个灾难。灾难就在眼前啊，所以提示我们要决不能迷啊，决定把心量脱开，念念不要想自己啊，灾难来了自己怎么样去躲避这个灾难，不要想自己，想到整个社会一切众生，如何帮助整个社会一切众生消除这个艰难，这样想好啊，啊，这样想啊，你有福啊，你能替别人想啊，不要替自，如果专替自己想，自私自利，你有多大的福分？啊，应当脱开心量，为一切苦难众生去着想。啊，只要看到人做一点好事，我一定随喜赞叹。啊，他需要帮助，我一定尽心尽力啊。帮助他，成就他，成就他的善行，就是我自己的善行嘛，自他不二啊！啊，同样一个道理，人家做的真的好事，障碍别人的善行，就是障碍自己的善行，造孽。这些事都在眼前，随时随处我们会遇到，我们会看到，会听到，道理要清楚，要想通啊！如果自己没有这个警觉，没有这个智慧，毒松大臣大乘经都哪些呢？一定要弃自己的机啊，弃自己，自己一定要看得懂。如果这个经典啊太深了，没有人讲不懂，看注解看不懂，这个你不必去念它。为什么？你得不到利益。
啊，也不必去念咒，咒就更难懂了。一定要通其意呀，信解行证啊，你要不解，你怎么能落实？一定要解其意，我们才有下手之处。啊，密咒都不例外。啊，我最初学佛，啊，张家大师传我一句咒语，六字大明咒，你们同学们都会念的。啊，我的性格跟你们不一样。所以我对你们很佩服，很赞叹。啊，为什么呢？你没有搞清楚，你就肯信，你就肯念。这个我在年轻的时候做不到。啊，要不搞清楚、不明白的时候，你叫我去念、去怎么做，我是不肯干的。啊，所以我也是属于刚强难化了。老师传给我 Om Mani Padme Hum， 我就问他这什么意思。啊，是没有意思，没意思我不学，没意思学他干什么。啊，老师给我讲解说明这个咒语的意义，我听了之后佩服得五体投地。啊，然后我才晓得咒语是佛法里头这个最好的格言。嗡是身，啊，嗡嘛嗡嘛呢。摩尼，我们在汉文经典里也翻作摩尼，是莲花的意思。啊 ，Padme 是保持 ，Hum 是意。哦，他这一解释我就明白了，这个藏语从梵语变化过来。他们的文法呢，跟我们中文这个语法不相同。啊，要是他们这个文字上称，你看，生、莲花、保持、意，啊，他这么排列的。那我们中国人要去讲话，应当是保持生、意，像莲花一样。他的意思这样的。于是我们晓得，他叫你永远保持你自己的身心，像莲花一样啊，出污泥而不染啊。念这一句这个话了，提醒自己，社会是个大染缸啊，如何能保持我们身心在这个染缸里头不受污染？这是 Om Mani Padme Hum。我就很愿意念呐，啊，念的时候提醒自己啊，啊，顺境里面，啊，我们称顺境善缘，啊，这个境是物质环境，称心如意，自己很喜欢顺境呐，善缘是语言是讲人事环境，啊，人事环境很好。啊，都是我很喜欢的人在一块接近，很喜欢居住工作的环境，不起贪念。你起贪念呢，你就身心不清净了，你被污染了。啊，逆境，这个环境很不喜欢；卧云，周边的人物也很讨厌。住在这个生活很难受啊，不起嗔恚啊，
如果在逆境恶缘当中你还有一念嗔恚心，你又被污染了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你被呀、喜怒哀乐爱无欲污染了，七情无欲啊，你被贪嗔痴慢污染了，这叫凡夫，这叫造业啊！佛菩萨你教给你这个方法，时时刻刻提醒你决定不受污染，并不是叫你不接受这个境界，境界要接受啊，顺境我接受，逆境也接受，善缘接受，恶缘也接受，在这个里面跟大家处得非常和睦，非常好啊，不起爱念贪念，不起嗔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生愚痴啊。那么你戒定慧三学圆满，戒定慧从哪里修啊？就在这儿修的啊。所以戒定慧是在生活里面修，在工作里面修，在处事待人接物里头修，一切时一切处都是在用功啊，都是在尽德修善啊，都是在累功积德。没有一颗空过啊，这是真会用功，真会修行，他是这样干法的。我们有没有学会啊？老师把这个方法传授给我们了，老师不能带领我们起入境界啊，他只能把这些道理方法传授给我们。如何起入境界，那要靠自己啊。所以老师教我行法，教我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啊。真正能看破放下，你才不受污染啊，你才能真正契入大明咒的境界啊。大明咒的境界是佛菩萨的境界，是佛菩萨的生活啊，真的是转恶为善，转迷为悟啊，转凡成圣啊。你要能真转得过来才行，转不过来那你还是凡夫一个啊。讲到这个地方啊，为利世间而出现呢，这真是慈悲到基础啊！啊，种种示现教化众生呢，那是善巧方便到基础啊！啊，这是菩萨的名字好啊，明见十方啊，他能够了达的，他能明了，他能通达，能明了通达，当然自己就做到了啊。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我们对于这个不能够明了，不能通达啊，所以随顺烦恼习气。再看最后这一首偈，如来普放大光明，一切十方无不照啊！宁随念佛生功德，此法微光现陀门。这是普法微光主要身，他所修学的法门是方便令念佛灭一切众生病，
他学的是这个法门，这个法门是真的，这个法门深广无际啊。佛常常讲啊，这个境界为佛与佛方能究竟，就是等觉菩萨都没有办法完全明了啊。经上有个比喻说，等觉菩萨对这个念佛境界犹如各罗望月啊，罗绫罗绸缎的，在古时候是极其薄的丝织品啊，几乎像玻璃一样啊。那个受五的月亮很圆，哎，隔着这一层罗来望月，那还是有障碍啊。啊，虽然看得很清楚，但是还是有障碍。等觉菩萨对于念佛功德，犹如隔罗望月啊，所以这一桩事情，只有为佛与佛方能究竟。佛说这些话了，目的是帮助我们建立信心的。啊，等觉菩萨对于这些境界道理都不能搞得十分清楚圆满，我们什么时候能搞清楚？可是这个法门呢，很特殊，对这个道理不清楚，境界不了解，只要依着这个法子修行啊，也能成就，这可不可思议啊。因为大菩萨们都搞不清楚了，所以称之为难信之法啊。这是经论里头祖师大德所讲的难信。难信在哪里啊？方便，方便在哪里？我们都要搞清楚啊。他的方便是待业往生啊。啊，那么讲到待业往生，我们人人都有份，这个法门我们能修，我们能成就，我们能够切入。如果要是说消业往生，那就难了。我们的业障自己呀，冷静想一想，能消得了吗？业障确实要消，不能不消。问题是说，你能消得了吗？你能消多少呢？一般依照啊，这个经论里面所说的，见思烦恼要不能断尽，你就出不了三界。千经万论啊，戒如是说。五种见惑啊，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这五种见惑要断不了，你证不了虚脱还果。在大乘法里面，你得不到初性位的果位啊。初性位是什么？就像念书一样，一年级啊，你想入一年级的条件你都不具足啊，这个是真难啊。啊，我们在大乘位想得一个初性位的菩萨，
小城里面想得个出国虚脱环都不容易。无量劫来生生世世的修行都没有拿到这个成就啊，今天依旧堕落在凡夫啊。业品活都没有断，你怎么能成就？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读诵一切大小乘经论，真是望洋兴叹啊，是好不错，我没分。阿弥陀佛，这也是诸佛如来的一个代表，为我们这一些罪苦众生开特别方便法门，代言往生，一品烦恼不要断也能行，这到哪里去了？啊，诸位同修要晓得，密宗里头还是有条件的。净土宗里头真的是无条件，只要具足信愿行，你就有能力待业往生啊！真正是稀有难逢、不可思议的殊胜法门。好，现在时间到了，这一首的意思没讲完，我们下一堂接着讲。